一六，大妈带你去田里转一圈啊。啊。我们去聊一下以后，以后聊人生，好吧？是，你以后长大了想做什么？大妈，你想大妈，2023年想做什么？大妈，哎，你小时候住在哪里哦？我小时候住在岳阳啊。哦，你又没有去过岳阳，几次都说带你去，你又不去，又舍不得你爸爸妈妈。等你还长大一点呢，就去好吧？那你过年有多少钱呢？我过年。没什么钱，还没你红票子多。那有多少啊？大伯就给了10个红票子给我过年，多不多？多呀，还没你多。要是我能住上这个房子就好了。这个房子是别墅是吧？以后会有的，知道吗？就是，够。这个房子啊，就是以后。爸爸妈妈没有能力给你修，就自己赚钱，自己努力，以后给自己修，知道吗？然后你爸爸妈妈呀，大伯大妈呀，爷爷奶奶呀，悠悠他们呢，都跟着你享福，住上别墅好不好？大妈，哎，你小时候说长大了要当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小时候想当一个老师，一名老师。后来呢，慢慢的我又长大了，等读初中快高中的时候了，我又想当一名医生。我也想当医生。你也想当医生呢？啊、嗯、那你要努力学习哦，这些的话都不是问题，知道吗？会实现的。等你长大了，真的真正的当医生的时候了，那大妈呀我们都不用操心了，知道吗？像你妈也是一样的。哪里痛啊，哪里不舒服啊，以后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走，往前面走。刚才妞妞问了我，说我小时候想做什么当什么。那今天的话我也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一下2022年，我跟阿杰两个人有哪些不足，哪里没做好，然后顺便也说一下今年2023年，我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大妈，我去逛逛了，我就不打扰你了。好，那你去吧。你都不想听大妈啰嗦了是吧？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妞妞说出这句话。大妈，我去明明那里玩一下。好，等不要跑远了啊，等会我来叫你。啊、嗯。嗯，拜拜。拜拜。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做什么？你这个速度跟得快耶。出来，我看见没看见你人了？打电话给你，你也不接嘞。我带妞妞在这里散一下步啊。哦，胖妞嘞？她去那边玩去了呀。哦，你在这里做什么？逛，欣赏风景是吧？风景也不算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在这里想想你哪里不好。想我哪里不好我？啊、想出来没有？哦，没想到，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个男生还是行。我想了半天呢，确实也没想到哪里不好。啊，那就得了呗，那就不用再想了呗。不行，那还是得继续想，我要把它想出来为止。搞得我有点懵啊，专门来想我的不好。好了，别逗了，说正经的。啊，就是我到这里来，本来是想拍个视频，哦，跟朋友们聊一下，就说2022年。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嘛，想做个总结。哦，2023年就是今年有什么目标和想法，我想告诉他们，想跟他们分享一下。哦，结果你来了，那你来说。你说啊。你说嘛，因为你知道我的想法，我组织语言能力没你强。我现在过了一个年，我觉得我越来越笨了，真的。这句话你就不要说了啊。真的。不管搞直播也好，那些。粉丝朋友都是说你的口才比我好。没有，我确实有点变笨了。这段时间你看得到啊，有时候一句话都说不来。哎呀、哦、你的这个想法不错。你看现在2022年也完了，对、新的一年开始了。所有的这些好朋友们呢，一直都像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过去的一年呢，有些什么不足的地方啊，然后对未来啊有些什么
目标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也是应该的。嗯，你看，作为过去的年啊，阿杰莫言呢，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可能也有很多，让支持我们的那些好朋友啊失望了。对。然后阿杰莫言呢，在这里给大家说一声抱歉了，是我们让你们失望了。抱歉，朋友们。对对对。其实怎么说呢？常言说得好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社会啊，就像一部大舞台，然后每一个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呢、都是一个演员，都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农民工啊，他去干农活；打工族啊，他在外面上班。包括我们每天的，饮食起居、吃饭啊、穿衣啊，或者说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琐事啊，这都是。在人生这个大舞台当中发生的一些剧情吧，可以说充扮了一个角色。对对对，当然呢，作为我们拍这个视频来说，我们的初衷啊，因为我们首先是农民，就是通过镜头的方式，把我们农村生活当中啊一些真真实实发生的事、人、景。然后呈现给大家，反正作为我们来说啊，我们每天拍这些视频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一些事，对，然后用镜头把它记录下来。可能有时候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拍视频呢，不可能提前去把它编排好，把它排好了，然后我们再用镜头像拍电视剧那样子，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可能去那样做。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我感觉失真了。因为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太过完美的人，或者说太过完美的东西，反而显得不真实了。对，所以啊，就导致我们的视频当中啊，可能有些细节啊，可能也确实没做到位。有时候啊，让有些朋友啊，可能产生了一些小误会。对，当然了，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啊。但是作为我呢，还有莫言呢，我们两个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反正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我们就用镜头啊记录什么。当然了，像有一些因为毕竟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是一个正能量的社会，然后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去做一个正能量的人。对，以后啊，我们就尽量把生活当中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分享给大家。然后一些比如说，带点负面影响的那些东西啊，我们就不要通过镜头呈现出来了，因为这样子的话，会给大家带来不开心，带来不快乐。如果让你们不开心不快乐，这个就失去了我们拍视频的目的了。虽然说，每个人我相信在生活当中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这样或者说那样的困难与挫折与不如意，但是我们就尽量的把那些生活当中的不如意把它忘却，把它抛之脑后，然后去追寻我们美好的未来，美好的明天。说实话，像我们做这个自媒体来快要到3年的时间了，能够得到这么多的朋友们不离不弃的支持与陪伴，这个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也应该感恩。对，这个是我们的一种怎么说啊，来之不易的非常珍贵的一种缘分。所以说这个缘分我们要好好珍惜。过去这一年呢，我说了有很多好朋友啊，就是给我们提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可能啊由于我们自身原因有些方面呢没有做到，让部分的朋友失望了。然后在未来的一年里啊，我们要更加的就是鞭策自己，激励自己朋友们有一些好的建议啊，我们就要认真的去听取，然后尽量的去做到最好。其实这些粉丝朋友们呢，我也知道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我们过得好。如果我们过得好，他们就会感到欣慰，所以啊，我们就不要让他们失望所以在未来的一年里啊，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继续多多的给我们提一些宝贵的建议感谢大家了然后阿杰莫言呢，也希望我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在未来的一年里生活都越来越好，
身体健康，万事都顺意。对，还是千言万语两个字儿，感谢，感谢啊，感谢全天下所有的好朋友。阿姐，哎，你刚才说这么多，说得好，给你点个赞。没有，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肺腑之言。对，所以说今天在这里，2023年，我也没有其他的更多的想法，我对你提点小小的要求，可不可以？行。第一个，就是我希望你以后细心一点。嗯，这个是的。嗯，因为平时也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两口子，我也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对吧？嗯。比较直爽，然后生活中呢，我也比较粗心。当然，两口子粗心到一块儿去了。对。然后呢，就必须得有一个人细心才行。然后你就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好吧，以后你就继续粗心吧，细心就让我来吧。虽然是这样说啊，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约束你的同时，也在约束我自己。嗯，是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希望我自己以后也细心一点。嗯，好不好？嗯，好。第二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朋友们给我们提的建议，不管是什么，我们努力去把它做到，好不好？行。用行动去证明，行不行？行。可不可以？啊，必须的。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加油。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我说一点点，你不要怪我哟。不会的。真的。说吧。你确定？确定，确定加肯定。你想好。说说说说说。就是你不要喝酒了嘛，可不可以？就不能喝酒。其实呢，我以前呢也不是经常喝酒，只是偶尔啊，可能觉得有时候压力有点大吧，喝一点小酒。本来我不想在这种以视频的方式来把这个问题说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对你说了很多次，有时候感觉说不听。所以我就想让朋友们一起帮我约束你，好不好？来监督我是吧？好的，没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你也知道，我们自己各方面自身要控制好，对不对？对对 对, 对，这样的话才会给我们美好的未来，有个好的环境，对不对？是不是？是的。所以2023年就是这三点小要求。对，然后啊，刚刚我也通过视频的方式，等于是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听到我这句话了。慕言给我提的这几点要求啊，我觉得每一点都很重要，然后啊，我也必须要做到，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起努力。好，一起加油啊。好，那还是在这里感谢一下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这一路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以及陪伴。在这里，阿杰梦言在未来的每一天，还是那句话，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好不好？一起加油。这句话说的太晚了吧，不会让他们失望，尽量做到最好啊。对，尽量做到最好，好吧。对对对对。如果有哪些方面呢做得不足的地方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包容一下。对，包容一点好不好哦。包容一下下啊，可以吧？那好了啊，谢谢大家了啊。回家吧。回家呀。啊，外面冷，走吧。那这个视频拍下来了耶。我知道啊。那你记住这个。我现在是记在脑海里，记在心里了。你看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法，你也跟我说，我也可以，你也可以以视频的方式把它拍下来，然后我去约束我，好不好？我给你3天时间。对你的话，我没什么要求啊。那也不能这样说，好不好？没有完美的人，对不对？我知道没有完美的人，但是啊，你的一些缺点，我能够包容就行了。那也不用嘛，虽然你也知道我这是应该的，知道吗？这是应该的。那是。不行。我知道你对我好，这个我知道，但是有时候我有缺点，我自己也要知道嘛，我要改正嘛，对吧？对吧？虽然没有完美的人，但是还是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嘛。好的。对不对？其实你在我眼中已经很完美了。啊？没听到算了。算了。玲玲。啊，他从那边走回来了。回来了是吧？那我们回去了啊。走。走。好。